君子的极致鲜美，只有进山才能享受到。今天完全实现了野生菌自由，看。清晨捡到的菌子，浑身还透着仙气。用最简单的方法制作，才不会喧宾夺主。对于山里人，松茸羔羊的香气不需要山葵酱油来衬托，家常的调味料凉拌就能享受最自然的鲜甜。这个菌本身就是甜的。行了，野生菌炖土鸡是再经典不过的组合，两者相遇，连空气都弥漫着肥鱼的鲜香。爬不到野生菌金字塔顶端的一些小菌子，简单焖炒就能爆发出最纯粹的自然本味。一旦出了大山，这些滋味就难觅踪影。外地人眼中的山珍，也不过是当地人最家常的时令美食。